刚刚有看起来觉得我们好像很不熟，还是很奇怪，还是还好。这不好说啊，妮妮，小记者绝对不会说，看得我们尴尬癌都要发作啦。其实荣耀妮妮出席服装品牌活动，但小手勾的不是绯闻男友，而是刚入围金钟五三男主角的张轩睿。信心，我觉得我比较偏向陪伴，就是能跟大家一起入围已经是很开心很满足的事，因为对手真的很强，都是大前辈，所以我觉得能够参与金钟就已经是很开心。我没有特别去提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姐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最佳女主角。哇，这嘴巴还真甜呢。但妮妮最近应该也是甜蜜蜜吧？前阵子还被偷拍到进出绯闻男友家呢，难道是稳定交往中？其实不是，他是我的生意伙伴，就是我自己品牌的生意伙伴跟好朋友，就觉得。各位狗仔哥哥姐姐们，星期天的时候去喝咖啡喝下午茶，不用来就是去放个假。轩睿表示很有同感呢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